事情。个最终最强的人是不是？当然是我啊，因为我已经打败你的迷失神枪了。战斗开始。我，你撞到了啦。最终人，白虎城。战斗开始。你先。开始。哇！天翼战神对上了上黑死神，天翼战神输了，耶、yeah ！一定也停了啦。我的比较后面停啊，你的先停啊。所以这个暗黑死神好强哦，已经打败了三个人了。难道他就是最强的吗？看看你的会。你用那个宝可梦球好了。哈哈，居然在偷偷改装，你在改算他的德轴心。变成新的力量。变成新的力量。传说变成传说屁孩，你是一个小屁孩，来啦！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开始！哇，我赢了！恭喜他！恭喜他！去吧，天翼战神！这个臭屁孩，我将犯规。拿我的又犯规，哪有犯规啊？好，再一次就打败你了。为什么跑来下面？那看谁先停谁就输啊！看谁停再输。我还在转呢，你的还在转。对啊，两个都在转。我的加速了。空。我看你的都歪掉了。啊！同时停。同时，结果这样子我没有输啊。